微微。晨光教会的家人们，主日喜乐。聚会即将要开始，请弟兄姐妹预备好自己的心灵。请每一位弟兄姐妹看一下自己的手机，调成静音模式。也请外面的弟兄姐妹陆续进入到会场当中，我们聚会即将要开始。晨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今天教会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召开主日的崇拜，邀请大家一同来站立。我们一起齐声的来朗读今天的宣召经文。圣经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二节。好，我们预备一起。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来敬拜你。耶和华，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我们要来尊崇你。凡有气息的都要来称谢耶和华你的圣名，因为你的名大而可畏，你的名大而可畏，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耶和华，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今天我们蒙恩的儿女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来敬拜，求你赐下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求你来高牧我们敬拜团队，当他们来站起来侍奉的时候，求你的灵来充满他们，你的圣灵来高牧他们。主，求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敬拜能够合你的心意。求你的灵亲自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团队。弟兄姐妹，主日喜乐，很高兴我们今天要 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今天有一首非常非常老的诗歌，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高高在上何塞纳，因为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阿们吗？非常老的诗歌，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应该都可以唱。我们等一下一起大声的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阿们。
这里有荣
在今在以后永在来的君王，我们一起来开口来敬拜来赞美他。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美好的慈爱，主啊，我们要来敬拜你。主啊，谢谢你十字架上的大爱再次临到我们，主啊，谢谢你十字架上的救赎再次临到我们这帮人。主啊，让我们今天下午可以来这里，在这里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来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美好，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你是圣洁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主啊，你是那位掌管我们生命的神。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敬拜你，主啊，万膝都要来开口来敬拜，主啊，万口都要来承认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你是那位坐在宝座上被高举的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你的十字架已经得胜，主啊，你的十字架已经成了我们的荣耀。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敬拜你。主啊，让我们今天下午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开口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要开口来敬拜你。主啊，你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再来的君王，主啊，你是那位从根骨直到永远不会改变的神。哈利路亚，主，我们尊崇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敬拜你。主啊，愿你医治的能力今天下午再次永留在我们这里，主啊，让你的宝座能够再次设立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高举你，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呼求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敬拜你，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一起高举双手来赞美，一起开口来敬拜那位丰盛的神，一起开口来敬拜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的爱吸引了我们，主啊，能够让我们今生能够一起快跑跟随他。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敬拜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愿圣灵今天下午再次来到我们中间，主啊，圣灵再次来触摸我们，圣灵再次来掌管我们一切的生命，主啊，掌管我们一切的人，主啊，能掌管我们一切，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属于你，主啊，让我们一生能够来紧紧的来抓住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拯救。我们一起来赞美，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唯有他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唯有他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主啊，你的名是何等的荣耀！主啊，你的名配得一切的赞美。哈利路亚，主，你是医治的神。主啊，你的宝座，你的能力要永留在这里。哈利路亚，主。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神的慈爱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他是那位有丰盛有怜悯的神，他是那位从未离开过我们的神。他慈爱的双手一直拖着我们，纵然我们疲乏，我们软弱，但我们再次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的大能要再次来充满我们，神的宝血要再次来洁净我们，他宝血的大能要再次来遮盖我们，遮盖我们一切的软弱，遮盖我们一切的疲乏，遮盖我们一切的亏欠，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他是那位荣耀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都不会改变。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何等荣耀的君王。求你今天下午再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再次来充满我们，主啊，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一起来高举你。君王就在这里。
心情，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地，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这里就在这里。
这里的，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我们一起来宣告，君王他今天心里下午要在我们的当中，主耶稣基督今天下午要在我们的会场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着你，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着地，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让我们再一次开口，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尊崇我们的大君王。我们要相信今天下午我们的主耶稣要在我们的当中，主要在我们的当中作王，主要在我们的当中来掌权。我们相信何撒那，他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他是那位至高的神，他是那位配得一切颂赞、配得一切称颂的神。我们一起开口，我们一起来称谢他，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圣洁荣耀的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何撒那，你是那一位荣耀的君王，你是起初的，你是末后的，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主啊，你是公义的日头，万国都要来称谢你的荣美，万国都要来赞叹你的荣美。愿今天下午，愿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来呼喊耶稣的名，让我们更多的来高举你耶稣的名，来承认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愿何撒那归于至高的真神，我们的大君王。主，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一切的尊贵、一切的全能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圣灵，我们恳求你今天下午来到我们的当中，愿你的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求你来触摸我们的心，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与你自己的仆人同在。主啊，当你的仆人站起来要分享你的话语，求你的灵来充满他，求你能够将祝福他成为你流通的管子，让他能够按着正义来讲解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让你的话语一打开就能够发出亮光，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晓得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把下午的光阴，我们只有恭敬的仰望在你大能的手中。求你赐下饥渴慕义的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约束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从你上头而来那上好的福分。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请坐。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任圣洁传道。晨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的感恩又有机会可以来到我们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那在过去的一周当中，我跟伯中传道在西班牙有一次的小组聚会。那么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就在一起聊我们就聊欧洲华人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的这个策略，还是一些的规划等等。那么我们知道说，一个教会想要得到一个有效的发展，我们需要有很多的人才。我们通常在教会中说需要有恩赐的人，需要有同工所以我们每一个教会我们都希望可以找到，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中找到一些有恩赐的人，或发掘一些有恩赐的人，好叫我们的侍奉可以变得更加的有果效。那问题就是说，到底哪些人才是有恩赐的人？
到底恩赐是如何的彰显，如何的使用，上帝会把恩赐赐给谁上帝为什么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恩赐，那么恩赐到底是什么等等所以呢，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恩赐知多少。哎，这个是没有正常的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恩赐知多少，到底我们对于恩赐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解有多少。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不喜欢恩赐的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喜欢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恩赐的人，特别是那些看起来比较属灵的比较有能力的，比如说医病啦、赶鬼啦、说预言啦等等等等，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拥有某一些属灵恩赐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就让人非常羡慕的恩赐。我自己曾经也向神求过希望自己能够得着一些属灵的恩赐，甚至我还为此呢会有一些禁食祷告的时间希望说能够见着这样的渴慕希望那个求神呢能够赐给我一些属灵的恩赐。那然而在我最想要得着恩赐、最热切的追求恩赐的同时其实呢我还不明白恩赐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在我们在向神求恩赐的同时，其实我还不明白恩赐它到底是什么，以及上帝为什么要把恩赐赐给人的原因是什么。直到我读懂了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我才渐渐的明白原来上帝要赐人恩赐的真正的用意。那哥林多教会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从保罗的描述当中，它是一家恩赐、知识、口才都全备的教会，甚至保罗说他们在恩赐上面是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也就是说这是一家恩赐非常全备的教会，没有人、没有其他的教会比他更厉害了。那么这样的一家教会，他们拥有全备的知识、全备的口才知识一流、口才一流，而且呢他们在属灵的恩赐上面没有一样不及其他的人。所以如果这样的一家教会放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它一定就会是一家令人羡慕的教会，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在巴黎30几家教会当中有一家教会里面人才济济、恩赐多多、口才都很好的，这家教会看起来呢你就会发现哇好让人羡慕啊，对不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聊说哎呀，我们教会当中有谁可以被培养起来做成为同工的，可以侍奉别人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人最想要在我们自己教会中找到的。那么哥林多教会从他的教会里面的人、口才、恩赐、知识上面都是今天让我们羡慕不已的。可是就是这样的一间人才济济、恩赐济济的哥林多教会，却成为圣经中问题最多的教会。一家知识多多、口才多多、人才多多、恩赐多多的教会，却成为了圣经中问题多多的教会。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总是在想要找一些有恩赐的人、有知识的人、有才能的人，我们以为有了这些教会就可以得到发展。但问题是哥林多教会在这些事情上面已经没有其他的教会可以比他更强的了，但问题他却成为了新约里面问题教会的代表。因为在他们中间有结党纷争的，有彼此告状的，有圣餐混乱的，有连在外邦人中都没有的淫乱的事情在这家教会里面发生等等等等。所以哥林多教会恩赐多多，问题也多多。一起跟我说恩赐多多问题多多。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都想要在教会中发掘这样的人才，但是虽然有这些恩赐有了，人才有了，问题却还是多多。所以今天我要来跟大家来反思，为什么一家恩赐全备的教会也有可能会变成一家问题多多的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呢？那在我们今天也想要去追求属灵恩赐的同时，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我们该如何使用恩赐，以及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恩赐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我们用恩赐知多少为今天的题目。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一开始，保罗就给他们提到一句话，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可见在哥林多教会当中，虽然他们的恩赐没有一样是不及其他人的，但是呢，他们却仍然不明白恩赐到底是什么。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对他们说，这件事情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那我以前想要追求恩赐，因为我认为恩赐就是属灵的记号，一个人有恩赐就代表这个人属灵，所以为了要追求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我才热切的想要去追求属灵的恩赐。我们以为一个人越有属灵的恩赐，就代表他越是一个属灵的人，这是我们通常一般基督徒的认为。我们认为属灵就等于有恩赐，或者有恩赐就等于他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你的圣经，特别你是纸版的圣经，因为有些电子版的圣经里面没有特别的注明，在这一句话当中，恩赐这两个字有什么特别？看这边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纸版的圣经，有些电子版的也有。这句话里面恩赐这两个字有什么特别吗？恩赐下面有点点点，对不对？那大家知道在中文圣经当中，当你发现一个字下面有点点点代表什么意思呢？最重要的无限。中文圣经当中当你看到一个字下面有点点点，就是代表原文中没有的，听懂这个意思吗？当中文圣经下面有点点点就代表说这句话里面在原文当中是没有这两个字的。所以在圣经的原文中，这句话原来是没有恩赐这两个字。原来保罗的意思是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也就是说，保罗想要强调的是，不是恩赐，保罗想要告诉他们什么是属灵的。不是因为有恩赐才是属灵的，保罗想要告诉大家，我想要把属灵的事告诉你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属灵的事，而不是属灵的恩赐。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也认为恩赐就等于是属灵，所以他们就会拿恩赐互相来比较，他们会拿彼此的恩赐来比较说，哦，我的恩赐更大，你的恩赐更小，我的传道人更厉害，他的传道人小组长更强，等等等等。他们习惯了用这种方式来比较谁更加属灵，看看谁的恩赐更大。越是属灵的人，他们认为他们的恩赐就一定会越强，就会越有更多的人来跟随他们。因此保罗他就特意不提恩赐这两个字，只是提有关属灵的事。因为保罗知道一个人有恩赐不一定就等于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但是一个属灵的人他一定会拥有上帝所赐给他的恩赐。所以呢，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句话，我们一起来，有恩赐的人不一定属灵，属灵的人
一定会有恩赐。保罗不想要误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以为只要你有恩赐就等于属灵。保罗只想要告诉大家说，我只想要把属灵的事告诉你们，而不是要给你们讲属灵的恩赐。那今天信息中第一件需要我们记住的事，那就是我们需要了解，就算我有恩赐，但那并不代表我属灵。就算我有恩赐，但那不代表我就是一个属灵的人。那基于这个结论，我们就要来好好的看看恩赐之多少这个题目。我们先来读第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一起来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那在这里保罗用了非常优美的修辞法来突出一个真理，那就是恩赐不同，圣灵一位，指示不同，主却是一位，功用不同，神却是一位，三个都是不同，三个却都是一位。就好像这里讲的圣灵、圣子、圣父一样，三位又是一体，完全不能够分割的。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比拼恩赐的教会，他们会互相比较谁的恩赐更大。因此呢，保罗就从恩赐的源头来教导他们认识恩赐。第一件事情，恩赐不同，源头相同，是出于同一位的。保罗先要让大家搞懂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在互相比较谁的恩赐更大，那么保罗想要告诉他有一这个概念。我们都只是想要表现他出自己的能力，我们虽然都在一个教会同在都在一个小组和一个团队里面，但是呢，我们仍然没有一这个概念，因为我们都只是想要把自己的事情给做好。我们虽然在一个小组和团队当中，我们却不明白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美意。所以呢，只有当我们能够彻底明白所有的恩赐都是来自于同一位神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会真正的进入一个愿意用自己的恩赐去服侍他人的状态当中。只有我们先明白所有的恩赐，你的恩赐和我的恩赐都是来自于同一位神的时候，我们才会进入愿意为用自己的恩赐去服侍别人。先要有这个一的概念，因为所有的恩赐和才干都是来自于同一位赐恩赐的上帝。既然你和我的恩赐都是来自于同一位神，那么我们就要在恩赐上面彼此来服侍，因为是不可分割的。你跟我的恩赐的源头是同一位赐恩赐的上帝，上帝不可能要叫我们用恩赐来彼此比较的。那么恩赐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既然神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那又是来自于同一位神，那这些恩赐它的功用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赐给我们恩赐？接下来有一句话说，圣灵行在这边，是不是看不到？看这边，圣灵行在个人的身上是要叫什么？叫人得益处。再跟我说一次，叫人得益处，叫人得益处。圣灵将不同的恩赐彰显在我们个人身上，它的功用不是要彰显我们的能力，不是要证明我比别人更强、更有能力、更有服侍的果效，而是要叫我们能够去使别人得益处。这是恩赐的功用。上帝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不是要证明说，哎，我很属灵，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每一个服侍都很有果效，不是。
圣灵赐给我们恩赐是要叫我们能够使别人得益处。所以恩赐的第二件事情，恩赐不同，功用相同，使人得益处。如果你想要去追求恩赐，但同时你又没有想过要去使别人得益处的话，那么你还没有真正明白恩赐的功用。因为恩赐的功用是要透过你去使别人能够得着益处。恩赐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从来都不是为了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恩赐是为了能够使别人得着益处。那如果你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恩赐的人，你是想要处处彰显自己的恩赐呢，还是你常常会想到身边的人能不能因你的服事而得着益处呢？恩赐虽然不一样，在一个小组里面，在一个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功用却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别人能够得着益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我们一起来读哈。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还记得我一开始我讲过，有恩赐的人不一定属灵，属灵的人一定会有恩赐。那这里提到了九种不同的恩赐，但是保罗最后说，这些恩赐都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人，那么你一定就会有神所分给你的恩赐，因为圣灵要我们去使别人能够得着益处。所以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属灵的人，但是你却从未想过也从未使别人因你得益处的话，那么要么你还是一个属肉体的，要么你滥用了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因为这里讲到，不管是有智慧的言语，是知识的言语，是特别的信心，还是有医病赶鬼的能力，都不是为了要来证明自己的能力，都不是要来提升我们自己的名声，或是让我们得着更多的益处的。不管多么伟大的恩赐，它的功用都是一样，圣灵彰显在我们身上是要叫我们去使别人得着益处。那虽然恩赐可以有不同，但是它的功用都是一样的。无论你得着多么伟大的恩赐，我们一定要知道恩赐的功用都是一样，为了要去使别人得益处。第三件事情，恩赐不同，它的目的也是相同的，要叫人彼此相顾。那接下来保罗就用了一段很长的讲述来强调他的结论，那就是神在教会中赐下恩赐的最终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肢体之间能够彼此来相顾。我们有一段很长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开始，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引于一位圣灵。身子远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
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在这里保罗先是讲明了我们基督徒之间为什么需要彼此相顾的原因。他说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上面互作肢体的，那如果我们不主动去彼此相顾的话，那么这个身体它就不能够发挥它健全的功能了。就好像脚如果没有了手就不能够做事了，耳朵如果没有了眼睛就不能够看见了一样。但是上帝把不同的肢体俱各安排在一个身体上面，虽然我们现在是许多的肢体，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脚有手，但是圣经强调我们虽然肢体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却都是在一个身体上面。所以呢保罗继续就给了我们肢体之间为什么需要彼此相顾的理由。21节，我们继续来读。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再大的恩赐，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不需要你。正如眼睛不能够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够对脚说我不需要你。既然神把我们俱各安排在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小组，甚至是同一个团队里面，那我们当中就没有人是没有用处的。既然神把我们放在一起，那么每一个人就都有他自己的功用。因为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安排的，并且他赐给我们你和我不一样的恩赐，目的就是我们可以彼此相顾。脚可以负责走路，手可以负责做事，耳朵可以负责听见，眼睛可以看见方向等等，我们谁都不能够没有谁。恩赐不同，目的相同，要让我们在一起，不同的人可以彼此相顾。在一个教会当中有些人负责接待，有些人负责敬拜，有些人负责投影，有些人负责录像等等等等无论任何一个环节缺了那些负责的人，那么我们的聚会就会变得手忙脚乱等等等等。只要缺了其中的一环，我们的聚会就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行了。所以呢，请跟你身边的人说，我们谁也缺不了谁。不但如此，这里继续说，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 更是不可少的，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是要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圣经说自然已经用不着装饰了，但神配搭这身子要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那通常我们在教会中发现一些软弱的不可爱的，通常我们会怎么做？如果你在小组当中，在你的团队当中，就是有一个人看起来就不太可爱，通常我们会怎么做呢？你们教会都很可爱啊，都没有遇到这种人是吧？通常我们总会有一点点想要刻意远离他们，对不对？刻意孤立他们刻意呢逃避他们。那圣经说不不不这样的人是要越发给他加上体面，越发让他得着俊美。
哇，圣经的教导很不一样，对不对？那我最近有好几次我去理发啊，然后呢，那个理发师好几次对我说啊，他说你现在发际线有点高了，可以考虑去那个啊植发哈。他说已经有好多人植过，效果还不错哈。哎，本来我还不太在意的，被他这样一讲啊，好像真的也有点冲动，说也想要试试看哦。啊，那为什么会这么想呢？有没有人说哦，那我头发不好看，你就全部剃掉不要了？有没有人会这么想的？没有，对不对？我们只想哦，当我发现我的身体上面有一点的缺陷，我们总会想要办法说遮盖它，对不对？真的有一天头发没了，买个好看的帽子戴起来，对不对？你总不会说没有关系啦，就让它不好看吧。我们总会想尽一切的办法，让我们身上的肢体所有的缺陷都被它遮盖起来，越发让它得到俊美，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人让我看见了我身上的缺陷，所以呢，我就自然的想要来保护它，想要来遮盖它，让它变得更加的好看。我们在同一个身体上互为肢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想要想办法让那些在教会中、在小组中、在团契当中看起来不可爱的、看起来不俊美的，不是要远离他们，不是要孤立他们，而是要更加的去关心他们，更加的给他们加上俊美，让不俊美的肢体变得俊美，让不体面的变得体面。而教会，保罗说，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在这一个身体上互为肢体的。所以在我们身边或许真的有一些人会 看起来会觉得不太可爱。那么既然上帝把这些人放在我们身边，那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要负责让这些人得着俊美，阿们吗？如果真的在你的周围有一些看起来不太可爱的，让你觉得甚至是讨厌的，那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要让这些人给他们加上俊美，给他们加上体面。既然你认为自己比他俊美，那圣经说你们俊美的人已经不需要再装饰了，现在的责任就是让那些看起来不俊美的人使他们变得俊美。现在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总是会习惯性的跟那些爱主的人在一起，跟那些有知识的人在一起，跟那些有追求有上进的人在一起。至于那些看起来就不怎么爱主的，又不长进的，又天天问题多多的，又看起来不是很好相处的基督徒们，我们总是敬而远之，最好不要让我跟他一组，最好不要跟我在他跟他坐在一起，最好不要让我碰到他，等等等等。我们不喜欢跟这样的人坐一起做事，就好像要刻意去远离这些人一样。圣经说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要给他加上体面。所以现在你赶紧从你的脑海里搜索一下，在你的教会生活中有没有那么一两个人你想到这些面孔就觉得不可爱的，赶紧搜索一下。在你的教会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两个人你想到他们你就觉得不可爱，你就不想要跟他们来往的。从今天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习努力的给这些我们曾经不喜欢的弟兄姐妹们加上体面，阿们吗？要给他们加上俊美。为什么要这样？保罗给了我们两个原因。第一个，免得身上分门别类。为什么在教会中我们要彼此相顾？为什么在教会中我们要特别去要去照顾，要去关心那些不俊美的、软弱的
令人讨厌的人，保罗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有能力就只有你可以瞧不起别人。我们人哈，都是自己可以瞧不起自己，我们从来不会让别人瞧不起我们的，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心态嘛。我们自己虽然知道说哎呀我就是这样糟糕啊，我自己觉得也瞧不起自己，但是一旦发现说有别人瞧不起你的时候，你同时也会怎么样？瞧不起对方，对不对？你可以瞧不起自己，但是我们人就是不能够让别人瞧不起我们。所以当你发现说有人瞧不起 你瞧不起你的同时，你自然而然的就会瞧不起对方。就算那个人很有恩赐，很有能力，很有知识，你还是会瞧不起他们的。所以一旦我们有这样的感觉，被人瞧不起的时候，同时我们就会跟他划清界限，对不对？有知识的人跟有知识的人在一起，属灵的人跟属灵的人在一起，那我们这些被人教会冷落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自然而然也会组成一个圈子，对不对？然后一起来反对那些属灵的有长进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学习在教会中彼此相顾的话，那么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有一天很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教会的问题。因此如果你想要得着别人的尊重，我们最好是我们先去尊重别人。如果我们在教会中去瞧不起那些弱势的肢体，那么有一天他们也会照样瞧不起我们。所以有一天我们的教会也有可能会经历到哥林多教会所遭遇的分门结党、分门别类等等的事情。所以只有当所有有的肢体都能够进入到一个彼此相顾，教会就可以避免这些分门结党的事了。那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我们就要越发给它加上体面呢？那这个问题第二个很简单，2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相顾？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上互作肢体的。如果其中的一个肢体受伤了，那么我们整个身体就会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受苦了、受伤了，那么这整个肢体就都会受苦。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现在可以拿出你的手指咬一下，你会不会感觉到疼痛？如果你舍不得自己的手指现在可以拿右边的人的手指咬一下然后问他你的身体有没有感受到疼痛。如果一个肢体得着荣耀的话呢？这里说，如果只有一个肢体得到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了。如果是一个长跑的运动员，他得了冠军，不单单是他的两条腿得了冠军，他的荣耀是属于他整个人的，对不对？他这一个人就得着了冠军的荣耀。那么基于这两个原因，保罗教导那些在哥林多教会中自以为有恩赐的人，自以为有恩赐的人说，恩赐可以有不同，但是恩赐的目的却都是相同的，为的是要叫我们做什么？彼此相顾。哥林多教会很有恩赐，但是保罗说你们其实并不明白什么是恩赐。恩赐的目的是要叫人去服侍别人、照顾别人，而不是为了要彰显自己比别人更加属灵的。最后，由于哥林多的人都已经习惯了比拼恩赐，会拿人的恩赐来做比较谁的更大，于是呢，在十二章的最后一段话里面，保罗就给他们提到了一些了不起的恩赐我们再来读一下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信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里讲到使徒、先知、教师、行异能的、医病赶鬼的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的人所认为的了不起的恩赐。可是保罗却说，难道神只有赐下这些吗？意思是说，你们哥林多的人不是都看重恩赐吗？所以你们不应该只求这些恩赐呀，因为神还有赐下比这些更大的恩赐。你们应该要去求那更大的恩赐才对嘛，对不对？要求就求最大的，跟身边人说，要求就求最大的。我们既然要求恩赐，那么就要求最大的。保罗说，难道神只有赐下这些吗？难道没有其他的更大的吗？你们要求就要求他，求更大的嘛。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想不想要知道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因为保罗在教导我们，要求就求那最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那最大的是什么？连使徒、先知这些医病赶鬼的，还不是最大的吗？哥林多人以为这些就是最大的、最了不起的。保罗说：“不不不，要求就求最大的。”所以呢，在这一段话的最后，保罗就跟他们说：“来来来来来，我现在把最厉害的告诉你，把最妙的道来指示你们。”所以，亲爱的晨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想不想要得着最大的恩赐啊？想。请我们一起起立，好，我们一起来宣读保罗对于这段经文给出的答案。保罗讲到，你们要求就求最大的。今天也祝福晨光教会的弟兄姐妹，愿你们也能够得着保罗想要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真正得到的那一个最大的恩赐，也是他讲到最妙的道。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若能说按人的方言，变天师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免得罗，想的把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先样的先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现在请你再次跟身边的人说，如果你有再大的恩赐却没有爱，跟身边的人说，如果你拥有再大的恩赐却没有爱，那你仍然什么都不是。恩赐之多少，源头是一样的，都是来自于同一位神的，那恩赐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的功用都是一样的，需要我们去使别人得着益处。那恩赐不同，你有你的恩赐，我有我的恩赐，但是上帝赐给我们恩赐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恩赐去照顾别人，关心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用这段信息我们来向神祷告。今天我们是一个每一个人都想要拥有恩赐，但是我们想要得到恩赐的目的是什么？保罗说，最大的恩赐那就是爱。如果你有服侍的才能，你有知识教导别人，你有各样的才干去服侍教会，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爱，保罗说我们仍然什么都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也一起来审查看看，在过往的服事当中，也许我们的服事真的很有果效，但是只有我们自己里面知道，我们究竟是在想要彰显自己的能力呢，还是我们真的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服事能够让弟兄姐妹得着益处呢？我们心中真的是带着爱去服事呢，
还只是因为我们的爱好，因为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在教会中是传道，是组长，是某个地方某一个岗位的负责人，因为这份责任去做呢，我们还真的是想要说，上帝啊，求你透过我，使我能够去祝福更多的人，使我的服事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呢？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追求一颗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在今后的服事当中，求神给我们这样一颗愿意去祝福别人、关爱别人。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在我们的小组生活中，团队的侍奉中，我们有没有经常遇到一些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经常想要在背后彼此论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教会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我们看起来不喜欢的人，我们就要刻意的用自己的态度、眼神、心态去对待他们？我们刻意不想要跟这些人来往，可以想要去躲避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我们虽然不同，但是我们却都在一个身体上面，互为肢体。我们虽然不同，但是我们却要在神的旨意中，上帝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我们去彼此来照顾。就算在教会中有一些人真的看起来不太可爱、不太俊美，圣经对我们讲说，那我们就给他们加上俊美吧。虽然在教会的肢体当中有一些看起来真的我们不想要接触他们，我们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加的属灵，圣经告诉我们，既然你自认为自己是属灵的、是俊美的那一位，那么你现在的责任就是要去让那一个人得着俊美吧。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唯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唯一的心。上帝，我们为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这么多不同的人可以在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团契、同一个小组、同一个团队里面侍奉。主，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就不同，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事的方式，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这些不同，我们常常会闹得不愉快，心中有一些的隔阂。主，今天你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虽然不同，但是却都是同一位上帝所赐。虽然不同，我们却都是在同一个身体上面。主，你叫我们要去彼此相顾，你叫我们要去发挥我们的恩赐，好叫他们可以得着益处。哦，主啊，原来你赐下恩赐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来证明我比他更属灵，我比他更有能力和才干。原来你赐给我恩赐，是要叫我可以去照顾他，使他得着益处。主啊，今天我们真的恳求你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并且赐给我们愿意去竭力保守这样的一个心，好叫这个教会中不会有结党纷争、分门别类的事情发生，好叫我们这个教会也不会有人孤零零的被人孤立在一个角落里面。主啊，求你将耶稣基督的爱现在浇灌我们，好叫我们今天就能够得着那最大的恩赐，那就是爱。主啊，求你现在就将耶稣基督的爱充满我们，好叫我们有能力去发挥最大的恩赐，好叫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因我们的侍奉，因我们的生活得着祝福。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在你面前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家事报告啊，下一周我们是复活节，所以邀请晨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庆贺耶稣基督的复活节。那复活节是我们基督教最大的节日，因为耶稣的复活战胜死亡黑暗的权势，带给我们全新的生命，成为我们初熟的果子，使我们有全新的盼望。耶稣的复活使我们有了新的确据，将来我们信靠他的人也必一同复活。所以下周主日我们教会会安排有主日学信师，还有小组信师，让我们一同来欢庆耶稣的复活，一同来经历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然后下周复活节那天，我们教会也会安排一次的受洗礼，所以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积极的来参与，让我们一同见证我们教会的成长，教会成长的时刻。最后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坐宝座上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好，我们一起再一次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哦，好，好，教会下周的受洗礼就是，各部门同工他们负责每一个各部门事工的人，他们会有一个在台上有一个受洗的典礼，然后教会会给他颁发一个证书，然后会把以后是他来做这个主要的负责的工作，所以教会会下周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礼节。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然后如果要不懂的话，我们下周过来观礼就对了。好，我们一起再次向神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满心赞美你。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三位一体的真神。主，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听道行道的人。主，我们也知道你将不同的恩赐赐给你自己的教会。主啊，让我们附作肢体的，让我们都能够发挥我们的功用，彼此配搭，彼此相顾。主啊，好让基督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
主啊，求你将最大的恩赐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教会里，让我们有一颗彼此相爱的心，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爱，让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让我们去爱那些需要被爱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功效，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求你也祝福你自己的仆人，他今天为你的名在你面前辛勤劳苦，求神在天上纪念你自己的仆人，让他今后的服事能够得力，主我们谢谢你，主求神也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分散的脚中，主的恩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也同时求神也纪念今天在你面前为你的名在你面前摆上为你的名在你面前付出的弟兄姐妹，求神在天上纪念他们为你的付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主耶稣基督，求主将你的平安喜乐归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在你面前如此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是我们小组的茶点，然后具体的位置已经在这里了，请大家看那个走到自己的那个小组里面。